普通人上床 VS 体育生，普通人上床。这人妻子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不管了，踢碎吧。搞什么？同学，我上床睡觉，这儿的妻子不见了。你踩到我知道了，管你怎么上，不能踩到我，不能扯到床，除非你飞上去，要不然别睡了，滚。看来今天晚上这个觉睡不成了啊。体育生上床。这是妻子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不管了，杀！大哥，你干什么呀？你搞什么？我在上床睡觉，我的妻子不见了，大哥。上不去别上来，不能踩到我的床。不对呀，我不是练体育的吗？这么一点点，我应该能飞上去啊！不管了，先试试。马蹄声声响起，是漫天风沙的雨。啥情况？这怎么上去的？这个人会飞啊！牛逼牛逼！